紧紧紧！哎、欸，我最早来呢，是恁开会呢？啊，不是我，唔对啊！讲话这样声，恁主管来啊！哎、欸，主管，主管，有人催你哦。好啦，各位唔通讲这，咱今日来介绍这物件。好，你爱问我是啥物啊？哦，你好像好像意思喂，切啊！请你介绍是啥物？就是迄个红红迄、那个啊，红红迄、那个，上红的迄、那个，上红的迄、那个。有一根你的红，噔噔噔噔噔。我袂嗨，你根本就袂晓唱个遐假。好，咱今日就是要介绍上红的迄、那个，先拢是上红的迄、那个。听讲没有，你来去看阮去本册封面，你就知影讲阮讲的上红迄个是啥物。哦，有够红的，红记记啊，红记记啊。好啦，甲大家提示者，要听下这节目进前，可能爱食些物件。嗯，那不会愈听愈枵。哎呦、哦，好，因为阮今日等你，枵，所以阮要先来食物件，安尼就好啦，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区的 Podcast 播，来听我北边，我北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事，也够甲观众朋友下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这这本册跟咱可能有关系哦，阮冠名保存。哈哈哈！台湾朋友，阮我北边找到一本。乌白册到底是乌白边较到乌白边，还是乌白册较到乌白册？咱今日的邀请作者来现场，跟咱讲看卖乌白册到底是在册啥物？好，欢迎欢迎，老师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无？大家好，我是鲍淑玲。哎、欸，啊，大部分的朋友拢叫我 Emma。Emma， 对啊，我拄则在想讲，拢联络时拢在讲 Emma 老师，啊，到底要安怎叫？嘿，我姓宝，我是家己泰伯人，泰伯人，哦、泰伯高铁站上近的迄个老厝、哦，就是阮家哦。古早，对，迄高铁出来，迄大大藤，迄土地是阮家做的。哦，那、哦、是日本人去搞阮用一块买去的，大别墅啊，拢无行。家己的 big fan， 恁的乡亲，啊都拢无行运啊，赶紧嘛。嘿，啊，我是伫台南出世的。我妈妈是台南人，伊伊住伫个恰坎楼的对面。哦，原来是台南人啦，大妈祖间的迄个边啊啦，起码遐厝阿个伫的。哦，哇，老师讲甲收清楚啊，对，老师今日去用钱无？阿哥，阮家的人无住阿遐，遐已经是迄个妈妈后头厝遐的亲戚，阿叔伯去啊。听讲等下有人看车看看，甲你杀掉，你啊拢走去遐就系啊。我遐会使去遐踅踅啊，因为我车内底嘛有写到迄落附近的好食的，附近迄落福台迄落饭桌啊，啊个青竹迄落烟肠食吧。哦，啊讲到乌白菜吼，对，咱伫下干无人讲乌白菜啦。对，我老师随便进入车主地啊，吼，老师你先，就咱先稍等一下。嗯，咱先一条一条导导问，老师拄则有讲到讲你是嘉义人，台南出世，安尼是毋是算台南人？我，你的新闻前开头是几号 ？A 是台北，哎，刚是台北，因为我两回来台北啊。两回才不好靠。我两回的时候搬来台北，不过我的出世地写台南。啊，你新闻简单是 A， 不知呢。哦，这是一个美团。这我嘛未了解呢。反正朋友你那是为台南出世，新闻简是 A， 欢迎你下播来跟我分享。啊，我觉得这次啊，我这次嘛是台南出世的，伊多我三回，啊伊嘛是 A 啊，伊嘛是 A， 伊嘛是 A 啊。台南敢是 A？ 不是。对，我知影台南不是 A， 台南刚刚是 D 呢。对，哦，台南是 D， 台南是 D， 刚刚是 D， 我妈妈就是 D， 这句话。我跟你讲，老师是台南人，那讲到台南出世的台南人，大家拢讲台南人上高食，上会了食，因为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。啊，老师你平常是伫厝里，到底讲台语？有啊，我那看到阮妈妈阿家。我的爸爸我就要說台語的，你公公的他就開始罵我說，你台語怎麼說這麼難聽，怎麼會難聽，哪一個部分，你是說不練燈，其實台南人跟家裡人的腔不一樣，他們有時候會說，比如說米糯，米糯我的媽媽也是台南人，他說米糯就是那個懶惰，對，我的爸爸是家裡人，他說米糯是勤奮，哎、欸，那個就完全不一樣的意思嘛，哦，所以敢是地方的差別，啊，知，
啊，我的爸爸是受迄个日本教育的，伊讲伊也日语讲啊足好，伊是会晓写日本配迄种迄种台湾人。我阿妈，我阿妈，嘿喏，啊伊逐工拢咧看迄、那个，迄日本的迄个新闻台，伊无咧看台湾的新闻。太厉害啦！所以伊就是日本的，就是听讲读下拢会知啊。对。哦，厉害！所以老师伫厝伫讲台语，啊你伫电影调查的时阵，干就是甲店家讲着台语。有啊，你去下岗的时阵，就足主人，你就会切掉迄台语的频道啊。主人转换过去咧，迄个你去个迄个徛伫个头前啊，环境啊，你当下该点菜的时阵，你主人头家我要爱接什么什么，主人你就会该讲台语台语啊。对我来讲啦，啊，伫台北你那是去大稻埕遐嘛是。对，因为咱会知影讲，迄个所在是讲台语会通的。对，啊，不过你若去台中，无一定哦，无一定。高雄嘛，无一定哦。是哦。嘿，我乃感觉讲去高雄啊，台中，阮台中嘛拢讲台语，台语。我去到买米买水果，拢是讲台语。啊，不过我去台中都无迄种 feel， 你敢知影？真奇怪，可能是因为我个下岗人啊。哦、啊！我细汉的时阵，因为我的爸爸甲阮阿公甲阿姑，对，阿哥足侪亲戚，伊拢伫个迄个迪化街，做生意嘛，对。哦，我的外公是做纺织的，所以伊是批发部的，大搬回大搬箱，大搬。啊，伊伫台南甲台北拢有店。哦，啊、所以大好呢，所以我常常去迄个迪化街迄个所在、哦，啊，我读迄个荣兴幼稚园嘛是伫遐。哦，老师都叫我讲着讲伊幼稚园内底拢讲台语啊。我伫幼稚园的时代是袂晓讲国语，我拢讲台语。哦，啊，我嘛无咧教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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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迄阵。哦，嘿，我一直甲小学入二一年诶，我才开始学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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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哦，啊，会晓用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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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，我会记我写第一篇诶迄落作文，啊，我写我上爱食诶水果，嗯、啊，我就想讲，啊这边啊。跟他讲呢，我都甲拼出来，我甲写奶鸡，奶鸡，老师笑噶，奶鸡，我去当真只怎样讲啊？嘿，不是叫做奶鸡，还叫荔枝，老师真趣味呢。啊，譬如说，哎，楼上。干妈病的，对吧？哦，干妈，我们是讲汤马多，就是讲干妈病。听我老师嘛是讲汤马多啊，我就是有受到日本教育影响的，因为很阮厝内边的，因为是 tomato 加干妈病，西班牙语嘛是讲 tomato 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迄就是方言差啦，这就是每一个地区的讲法。啊，比如讲客家部，客家部是这是有人去了学者有去研究过，客家部是中国人讲的迄客。酱，你敢不知道什么？就是什么？什么黑鸡啊？个什么鱼鸡？哦，鸡养鸡，一种鸡。对，啊，像我的阿妈，我的迄落妈妈的妈妈，我阿妈，我细汉常常看到伊在做黑啊，伊黑啊，壳白白，伊落剁，然后啊，个淋迄落盐啊，即马个是一罐一罐做鸡啊。客家不迄个字就是为这鸡来哦，老师听起来是全世界对，老师听起来是你研究台语的对啊，我是有迄个，我是有迄个 certificate 的迄个，会使教中文甲教英文的老师哇。好，再来继续问讲，就是老师伫电影调查的期间，敢有拄到迄自我推荐的店家？对，老师，不是，无啦。所以老师你去都没说你是要创什么？没，我以前在那个一周刊在做那个采访主任的时候，那当时有很多人会要请我去吃东西，免费请我交代，不过你有当时他交代给你吃的东西，跟他煮给一般的人吃的东西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如果是去给交代，我们是不敢写，所以我们就要那个偷偷啊，变装哈，偷偷啊，哥派什么人去讨价，还是讲派几个人去买回来着？对，所以我去当中就感觉讲，安尼唔好诶，做迄落什么美食家、名人唔好呢？哦，迄种家己去报名拢，你去红进出来，我因为我。
我捌拄过啊，我去餐厅、啊，食完我要付钱，伊不爱收啊。老师，安尼等下你的相片，我该再抛出来，抛出来嘛，不容易。后盖两，后盖两在讲，系啊，这我是坚持坚持付钱的，因为迄阵阮的迄个头家，香港的头家，伊是坚持阮来付钱的。对，阮阮迄当阵呐，哦。无，阮即马即马，甲你即本抛出来，人才讲，哦，这是写乌白册的，连讲的是因咧煮面煮汤的。你提即本册去可以看。但不是，咱文章咱写铺文的时阵，会甲你的相片揢出来，啊，以后人才讲，哦，这是写册啊，你连讲伊来食米创啥，我就甲伊讲叫你。我给加料呢。对。欸，阮同学咧开餐厅，我去餐厅食饭，我大部分我拢付钱。嗯。尤其是食桌。食到迄较贵，迄种我一定付钱。对，因为我惊讲伊的员工吼，安尼无头路样子。因的工作是真辛苦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系啊。啊，搁揣无人会使继承。哦，对。比如讲，我写这本册，其实有一个真大的目的，就是因为真侪单拢收起来呀。哦，无传承啊。台中有一间叫啥物阿宅啊，是啥物啊？嗯。嘿，计程车司机，我坐五六台计程车，拢甲我推荐。嗯哦，啊，唔过啊，伊都无要开啊，对啊，伊都无要开啊。伊都虾米讲吼，伊要去了，要找人吼，啊，来教伊这个功夫，啊，找无人。伊一概讲伊要甲店拍出去，对。啊个店店个要开，讲伊要开啊，啊个无开，对啊。我去找三摆拢找无着，台中就是这样有性格啦。阮连迄航班的啊，今日想要来就来。我就是今日远远看到遐有光，阮连随伫群组通知讲，今日啥物人有开的，今日要买鸡腿的来哦。对，有影啦。啊，当然嘛，常常讲，你伫 Google 顶观看到伊，当时营业时间有开，无一定哦。尤其是像迄台南，对哦，迄种看心情的啦。喏，啊，伊要休几工唔知，你来去问伊隔壁厝边的隔壁。讲啊，伊今仔奈无开，啊厝边可能甲你讲，哎，那有代志啦，啊可能爱个冷工啦，唔知，啊卡电话无人接。哦，那其实代志嘛真重要咧，因为你这时阵想要问物件，说你咧问因厝边，你是用代志，你是用代志个人阿虾子啊呢。那学问老师讲，你就是你去食的时阵，刚好遐拄到遐个隔壁都开讲，叫隔壁都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另外一间嘛真好食，迄种诶，刚好这种状况。你食的时阵无，因为足奇怪吼，即几单吼，生意拢好噶吼，大家跟他拢爱用抢诶。啊你，光去食食安离开。你有一个威力，较紧坐落来，较紧食，食了紧走安尼。你有时要跟人咧排队安尼。食食两轮对无？哦哦哦。你譬如讲，迄大吊鼎米粉汤去打，对，一去打就死，差不多咱只得多啊，安尼三分之一呢。嗯嗯。啊，迄叫做板前嘛，对。嘿嘿。边啊一张迄个。一张迄种色张色张的破破的刀啊，迄张迄张就无人要爱坐，想怎呢？你即马看伊即马硬起来，啊即马大家切切来，点伊都无啊。哦，所以其实是拢注注心伫咧食。对，开讲你其实是听迄个人客、老顾客甲头家咧开讲有趣味。哦，啊即马你有看迄老顾客伊咧食啥物？哦，我嘛是，我拢看人做钓虾，我嘛是，我嘛是啊。啊，无都有一种撇步，就是你若要知影讲这间店吼，啥物上好食，啥物，我是无爱讲 CP 值啊。啊，毋过吼，当阵都定，有当阵吼，你即马较早起诶，伊咧播音嘛，你个倒三更哦，你个倒三更，倒七刀啊，倒休息。播音迄阵咧，播音咧。煮遐个乌白青吼，遐个北来啊，啥物哦？啊，伊差不多时间搞一下火起来，伊即马人无人该倒沙坑，你去也倒沙坑。火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你即马变做迄个伊个好朋友啊！哦，V V I P， 哎，三安尼哦，贵三安尼哦。啊，伊即马有营业讲吼啊，我吃脆皮包你食，我甲你讲哦，脆皮包是上好食、上贵的。哎呦，碳上少诶！我本来找阿伯店，我想讲咱妹啊，咱妹啊去找阿伯，哭咧皮鸭蛋啊！你，我过来就是要问讲，老师就是讲着足侪景点个，拢是你家己去找吼，啊，前后差不多开偌济时间精力在租信。我一生拢在找菜，一生啊，一生啊。
伊就是基本册啦，基本册啦。我唔是，应该安尼讲，我唔是因为要写基本册，我才开始去研究一下一点。就是你生活呢，倒倒啊，对对对，伊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的迄落密室的名单。例如你家己的迄落地图对不？你走条的所在嘛？对，好，你住倒啊？你踮倒食头路啊？你爱去倒佚佗？嗯，啊，你工作定定去倒迄落出张安尼？对，啊，迄都是你的美食地图嘛？嗯，啊，这都是我的美食地图嘛？哦，啊，我真少去东部啊。哦，比如讲，我会去台东，啊，毋过我袂踮遐足久的。对，台东其实嘛是一个足特别的所在，特别所在，因为伊无即类的物件。伊看无、哦，对对对，吓讲是看无，啊伊嘛无讲迄落真集中迄种的迄落单，哦对，伊拢他分散呢，伊拢即间店甲后一间店，哦李总的呢，李总的，伊算是古早时节小所在，啊咱像台中，新竹、基隆、哈、台南、嘉义，对，彰化这些所在哈，伊迄都是古早那有庙的所在，啊伊都单，庙靠，啊即马那开铁路，啊，就是对迄个庙去开车站，所以咱的地图来看，就是迄车站的后车头遐拢有足侪店，啊，伊附近一定有庙，啊，庙古早就是咧卖菜市啊，哦，所以改，你去台南看，因为台南较无咧拆厝啦，台南人因为无欠钱，所以无咧拆厝。老师，即马是咧讲你台南人无欠钱，我拆出来，不是阮厝边隔壁，我现场有较欠钱的才有三个，敢会不是吗？你台南人不爱拆厝啊，对，真不爱拆厝，所以你的新厝拢起伫迄种较边的、较偏远，嘿呐，较无人来的所在，无来温和边啦，古早无人来，因为台南较无咧拆厝，所以你去台南佚佗，你较会当去感受着讲，哦，对吼，啊，想到遮侪庙，啊，庙拢菜市啊，对不？伊迄菜市的对庙啊。啊，像我住迄个所在，恰看到遐都是两个菜市啊，嘿啊，水仙经啊，加迄个永乐市场，啊，甲做伙，吼，啊，佮行去民权路迄边，啊，遐佫有一个，另外佫一个，哎，遐嘛佫一个菜市啊，叫啥？民乐市场嘛是。哎呀，大人无熟，沙咖喱吧，太古早的沙咖喱吧，嘿，沙咖喱吧就是 bazaar， 就是迄落要怎讲，真大真大的菜市呀。啊，不过伊是一个唔是干那咧卖菜的所在。哦，唔是卖，可能有卖菜卖吧，足侪项物件，可能佮有迄落综合安尼，国外来遐迄落新住民迄种的遐物件。啊，譬如讲鸡人嘛是安尼啊，鸡人你去说，因为伊是一个码头嘛，所以伊啊佮有迄落舶来品店，伊就是甲买迄落。菜市啊，边啊遐，所以这是台湾一个真趣味的所在。系啊，啊你哪巴肚以后，你对伊个所在袂习惯，你即马去找伊个后车头，对，啊后车头遐，你去找阿老庙吼，阿庙边啊遐就是上老的店，对，真诶，大上老的店，啊你唔通嫌讲伊想歹看，歹看啊，遐有历史啊，遐就是上好食的代表，你就去遐甲看一下就好。迄种上老。会当吼，其实伊个物件是吼，一定是较轻的，因为伊个当下当下袂害久啊，而且伊生理一点做好。啊，一个也当开遮尼久，都是因为一个无想要讲吼，我要开，我要甲开做迄落，因为迄种规模，无需要。老师，你迄特定个名，那讲出来我来甲伊比。你尽量讲，你尽量讲，好笑迄种。我跟你說，我前幾天看到一個那個 Podcast 跟我驚一跳，就是那個彰化那個最有名的控肉飯，我真愛那間控肉飯，結果呢，他那第三代那個繼承少年家說，他就是要把開做那種連鎖店，是啊，想要做大，我想說啊！伊就头前咧讲吼，因的物件无法度安尼，无法度做生产出来，對對對，因为伊无汉者工啊。伊即马有诶工拢是阿伯啊，阿公啊，是大是大。阿哥伊讲，我要甲训练，好可怜。这袂唔通啦。其实我咧写这本册之前，我唔知影讲讲后壁册这种物件，伊遮尼搞工。我就是讲，伊甲煮好食啊，就好啊嘛。对，无功夫诶啦。所以我后来。
走去迄个华南市场，对，伊里楼遐就是迄、那个伊叫做瘦肉区，鸭修鸭修的修修吧，修吧，哦，啊，就是台地台羊啊，台牛吧，嘿，迄是因为台湾啊送去遐啊，因爱大白蛋遐咧称嘛，哦，啊，伊今嘛是足老热的，对，我真推荐大家去遐观光者，普通人买晒去哦，普通人买晒去，晒去呀，阿姆个也时间应该小窄一点呀。伊差不多上老热的时阵是差不多三点。会使啦，我袂困啦，三点我袂困。三点啊，三点一楼遐迄个卖迄个色个遐，遐嘛开始啊。哦，做起你设计点料，我都在楼上食。点咩食得上鲜耶？哦，赞哦。二楼吼，阿遐嘛就厝边一边啊吼，毛咧卖迄个炸蛋啦。嗯，对。啊有迄个佫袂歹，迄咖啡一杯加四十块呢。嘿嘿的浓缩咖啡，嘿一杯才四十块呢。你敢知嘿师傅，因嘿师傅有分哈，我是剁猪头的，我是剁迄个辛苦的，哎剁一粒猪头四十块。哦，是安尼算的，对啊，一打猪头在剁，平均一打哈，差不多是两架猪至三架猪嘛，所以伊就提一刀，起码过来啊，两粒头三粒头剁剁的。对，头就是爱甲切开哈，爱甲撇开，啊，起码迄个脆皮吧，甲取出来，啊，底子甲取出来，啊，耳啊甲取出来，啊，佮剩的迄个骨头，安尼甲分开，嘿，足紧的，嗯，一打安尼差不多咻咻咻安尼吼，五分钟，啊，起码就讲换一打，哇，伊就是迄，我感觉伊就讲那一种吼走油诗人，你敢知？提一个刀啊！啊，一个路线啊，人生个就缘投诶！啊，我冇要来学赛一个。嘿，啊，台地个有台地班呐，台头诶，啊，个有一个北来班呐。哦，所以我去了解迄代志了，我就知影讲是安怎，即个乌白青吼，对，在未早起爱汉林炸的开始做，嗯，因为差不多半暝啊。十二点至一点，伊迄肉都已经切啦，切好啊，今仔就要送过来啊。对，啊，伊来开始煮啊。因为有的人是讲，其实迄、那个这种现台的吼，也无冰的吼，无一定较好食，无一定较卫生。对，啊，毋过对因来讲，因感觉是有差的。有差，老师的菜来得有几啊？都写着讲，就是像即马就是冰柜甲现台，就是那叫什么温体甲冷冻的是有差别的。老师你不能說太多，因為這是要留給大家去買車來看，你知道嗎？聽說朋友聽到這裡，我們剛才是問一條，問說老師是用多少時間整理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多少時間，是一世人。啊，如果是用什麼時間來去了解店家對食材處理，剛才已經跟你說到，稍微說到，在二樓什麼什麼，這過程，老師都說得很清楚的，如果想要更了解的人，去買車啦。好，這樣想要問老師說，老師你在車裡面有用到一些台文字，譬如說不行。沙，安麦安，像这些字，还有一些罗马拼音，想要问说你本身就有这些字是不？还是说就是你是有的？就不行啦，沙啦，安嘛，这有常常在用啦。嘿，啊，罗马拼音，拼音那是为了要写册，因为比如说吼，咱会讲讲的迄个分长甲分浅，对，好，你若唔知的人，啊，伊拢写分长，迄两字嘛，对，嘿，唔过分长是分长哦，分浅是分浅，是啊，是啊，哈，无同款的物件，像烟尘、分浅，伊就是罐内底有罐物件，迄叫做浅嘛，啊，你买在念做墙。对，墙分墙，对，啊，个分长伊就是长啊，长啊，长啊，啊，分长就是迄个小长的上头啊，迄个迄节啦，嗯，个迄节真长啦。哦，老师，我拄则咧讨论一个物件，因为我们是咧念音的部分，我拄则想讲，无咱先对阮两个人爱食物件开始。好啊，啊，我就讲，我介意食肉素味，鸡精吧。鸡精吧，哦，台中人讲鸡精吧，肉素买鸡精吧，啊，个就是金阿爸，金阿爸，系啊，老师无听过，无听过金阿爸，我冇听过金教头的金哦，对，金阿爸，对，阿妹啊，北边的讲伊介意松板猪，啊，我就在问讲松板猪的台语变哪讲，无法妥当讲诶，对，结果我去查，折头吧啦，对，折头吧，我爸爸讲迄是折头吧，不过我爸爸讲吼，伊祖先还无要食折头吧，因阮家是做田的嘛，我阿公是做田的，阿阮
自迄阵开始，阮厝内面的，阮迄旧厝，阮有家己有埕，有后壁埕，有迄落种水果的埕，啊边啊，啊个有足侪足大个埕。对。啊，阮兜个有猪寮，哦，猪寮，牛寮，搁饲鸡，真正是大好呢。无迄阵是爱饲来家己食，啊，你种的稻啊，种的菜，迄拢爱家己算讲你要留偌济。听众朋友，这伫第一章内底都写着吼，想要知影详细，老师唔通去讲出来，你安尼切，哦，你甲切拢讲了了。无啊，我用讲的，甲你用读的无同款。无啊，你爱小我家己写者讲，啊，阮内底安怎算，啊迄。啊，阮兜饲啥物啥物啥物，对啊，你甲伊生啊，你袂当伊生这样算袂出来。你有看到变的面相？无啊，伊拢看起来就疗愈的，笑眯眯。那边我现场个节就是出版社派来的，直接杠杠。因为伊的咪咪笑，跟他有一种尔，就是 happy happy。来，你无 happy 节，阮看麦。哈哈哈哈哈，蛮真古锥。我用去查，有一个讲法叫六妞吧，就是伊讲一只猪只跟他六妞。你讲折头吧，对啊，叫六零吧，六零嘛，敢那是后来才讲的，对，上盖炸都是折头吧，对啊，我打电话，我 call 啊，阮阿伯妈妈叫伊去问伊泰迪吧的朋友，伊讲啊，着脆皮啊，啊，就是脆皮迄块规个切落来，剩规块啊，有的人要脆皮顶管迄块，啊，有的人要下骹因为是假嘛，啊，因来第一当中切落来，直接规个流来，拢讲一块。因是安尼讲的啦，无啥感觉，因为折头肉的迄个筋较济，啊，有的人无要食，像我爸爸就讲伊无要食，因为伊讲迄是淋巴哦，啊，伊讲伊自细汉因阿公就我阿祖，因都无食迄块肉。哦，啊，毋过这着甲迄个台底的迄个，你安那去切迄只底有关系。啊，即马为着要保留迄个石头吧，所以即马台底的方式甲古早无共款啦。哦，啊，古早迄个石头吧是无人要甜的，所以外口咧卖。我是讲阮爸爸细汉的时阵，伊讲外口咧卖迄个包啊，迄种内底肉拢是一种肉，哦，拢包的是上俗的肉，所以伊无要食外口的迄个加肉。哦。那是不是连刚才找一个猪肉的来？我可以给你，我可以给你考一个来，考一个就是小姐，爱讲台语哦，老师讲台语，专门讲台语哦，帅哥哦，哦，安尼使，水安排，水，帅哥，水安排。好，所以先去讲台，所以老师这大文字是为着要写，为着要改遐拼音混出来，为着要好，大家了解讲哦，你去点菜是唔当点唔对。哦，听众朋友听到无？学拼音嘛是真重要诶。啊，譬如讲你去台南，阿姨讲诶大肠，有时也是大肠考诶。对，就比肠呢。对，不是你想诶迄个大肠呢？对，我知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是爱问清楚，无就是听众朋友话你讲要点菜时阵爱学我，比别人诶桌顶啊，迄是啥？看别人点啥？先问一轮，不是你先问讲头家伊桌顶是啥物？用你迄个手机，对，你要食。啊，无就是话你讲，这时阵就是看到迄八道节做引导诶。拍摄你桌顶这行是啥物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，都是，无你卡个会当开始。啊，无就像阮囝，阮囝就迄当阵伊差不多13岁去美国读册，啊，伊今嘛。放假回来，他就會去吃黑白切。对，哦，他现在进去就去跟我说，每一项都把我切出来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这句话在台南说可以，嗯，因为台南有一人分的，哦，就是第四给你切三块，四块。哦，好，啊，你在台北不是，那个一分就是一分啊。他有一次去吃，吃完了，打电话叫我去拿钱。哈哈哈哈，太多啊。他去跟他吃500-600块，吃黑白切。就是经啦，你昨去吃，你头家吃了无？有吃了，哇，这厉害哦！啊，所以迄头家一届都熟悉伊啊。哦，头一届拄到这个人，你起码拿去阮岛迄信维市场米粉汤打去吃，伊在坐到明仔就会使，迄人就切过来，伊要吃的物件，甲切落去。真是啊，你会使安尼啦？你一届去讲切到，大行拢甲切，啊，只不过你落 VVIP 啊。这可能要看我到底有亲无，我连刚发薪水时会才试看。因为炸一个便当客啊，咱是爱炸便当客啊。好，过来要问讲，就是咱台湾有真侪种的小食啊，除了黑白切，老师未来敢阁有想要研究什么款的小食？应该不是讲研究啊，就是讲有想要甲你落地的名都阁揢一寡物件出来啦。吓，古个老师看来 QQ 姐，老师看来这世人研究的可能有哪一个黑白切？无啊，我
我年会想多恐惊我没啦，做袂到，无会讲。来安尼讲咧，其实乌白切，阮袂讲小食，阮会讲点心啦。点心嘛、哦，这种物件对阮来讲拢是点心。点心啦，对，对阮的爸爸妈妈来讲拢是点心，尤其是迄落烟肠食吧，啊，甲家己人讲卤食吧，这拢是点心。嗯、是咱即马会使卖煮饭啊，卖煮菜，啊，即马去打啊，去家己切切的炸蛋啊，安尼就方便咧。嗯，啊，未来我阁要想要修修写啥？老师，这本册助理。开始发想到印出来，差不多多久？两年。四年。哦，四年啊！哦，老师有啦，老师今麦个少年呢，可能个在写几页本呢。哎呀，哎，这一开始不是我要家己写，是我有找一个我感觉伊足适合的人。嗯，嘿，啊，伊原来答应啊，啊，后来伊怎个讲话？伊想无用啊，惊惊哦，伊无欠钱啦，哦，伊无欠惊惊，这无欠钱，朋友敢会介绍我？伊讲，哎呦，写册还是有偌济钱，哦、我算一张纸互伊看，伊讲哈，啊你想那要写咧？因为伊感觉写吼袂无好吼，啊伊就无面子，啊伊的面子较重要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暗哥，伊今嘛个愿意写。因为伊，我原来是要写点心嘛，对，嗯、就是古代北城的点心，对，嘿，啊，就是伫化街开始，对，啊，写一个大东区，啊，甲中山区，哦，啊，甲边啊，你会使讲过去沙丁堡，过去新庄，还是要过去罗州，对，我、你看起来，佮有真济他写，每年，无问题，每年，变有听到无，每年。到时阵出新车，明年我们这帮人搁伫咧下档过来啦。我叫伊本人来讲，伊台语也好讲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无欠钱，朋友我拢想要熟识。二刷来就是上掉来，刚上好不时间，老师来讲者，就是这本册，但这本册台湾的乌白册，目前伫倒位下档卖掉咧。哦，所有的迄个白册通路，所有白册通路拢有啊。高位开始就会使卖掉。听众朋友，录音的时间，恁听到就是九月七，啊，但是恁听这部的迄当阵，就随时拢会当买啊。你再去脸书，然后去找台湾的乌白册，啊，无就去 Google， 好、哦，这个册名、台湾的乌白册。目前听讲有真侪人已经在广告啊，希望迄间有随时的迄个变，就是即马坐伫阮边啊，另外迄、那个出版社派来，你要拍一张伊的相片啊？当然，我今日出版社电话卡袂刷，因为我最近已经看出这样的写字，我想讲，敢是甲册有关系？可能真正有哦。哦，我要阁讲一句哦，你若无出国去大过吼，你袂知影讲台湾的猪肉偌好食。即句话册内底有写。我迄个点心迄个客位书内底，我是有甲迄个白切，譬如讲迄个咸水鸭，对吼，啊白切的鸡。鸡肉，啊，搁阮闽乡上好食的迄个鸡肉，我是有想要甲放入去的。哦，啊，你若讲我未来想要搁写啥，我可能会写迄种的。哦，你也是假的，我那是假的。老师，你有咩要求？你连刚要来的时候，你爱炸黑，你讲的遐来吧，来。你有写着什么点？你有写着什么？你爱炸来，无我买炸几分过来，无问题啊。嘿，你就是切好料，我家己摕去微波节的。九月二九伫迄个诚品信义店，下晡三点半，现场都好你去食，神秘美味，乌白切。啊，哎，咱要去哦，咱去现场。我感觉真好，跟主管讲一下，跟主管讲一下，然后明我们去出任务。九月二九是中秋连放假啊，会使去，会使去。中秋连假，用放假的放假的乌边伫咧讲话。我老母已经做文好势啊。哦，我讲话人一通人。哦，对对对，通较紧啊！你去者，你替我去食一俩。下晡三点我记起来，就是该九月二九。九月二九三点嘛是三点半，三点半。我记得三点就去排队咧，真系啊，对啦，对。排上后边加不免咯，啊来买册哦，现场买册当签名，买册当签名。你那边较济，我就请你加我买册啦。哦，啊老师啊，伊那对老师可以加，伊那是听到我这部的时阵就随去买，啊那是伊买迄本干才提去现场签，冇问题啊，冇问题哈，只要是册拢会使签。
好，刚够其他，够其他活动。你若要买我其他的册嘛？哦，够其他的册，我嘛是会当现场。哎，迄个变蛋来靠钱哦，恁讲宣传一本年那边。啊，你去 Google 报属灵啊？哦，报就是傅培梅报。对 ，Google 老师的名。啊，属灵就是属灵的属。不是的，雅琪亚属单加零的零啦，属灵啦。书就是破书，写书的书，林就是林志玲的林。哦哟，讲古早拢讲张爱玲啦，啊，无人熟悉张爱玲啊，今嘛。未来人今嘛讲邓家玲的玲，你嘛知呀？小鹿用神奇，听讲明天文今嘛小鹿用神奇，伫咧每日拍字，下晡几点？下晚几点？下晚几点？我你讲啊，八点嘛，八点啦吼，小鹿用神奇，买当先刷看另外迄个阿玲哦。今日真欢喜，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开讲。我本来想讲可能要准备点心。因为我们越讲越要真正不好再讲下去，我们跟老师欢赏，我们要来去吃点心咯。好，那呢你这样就想不了。好啦，不是这样。好，可以来。那呢今天你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叫门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努力。我们说的内容都很轻松的，你跟我们都在开讲、喔、对啊对啊对啊，你没有那个剧本的那种、啊、没有啊、哦、我们就是用开讲来做，我们就是这么旅游的节目。因为你如果是一用字这样一念台湾的黑白切苦一心主持媒体人，你这样无聊。你敢听到听不到？对啊，听不到。对，我们问编辑，我们应该是算触别的啦，有法度听下去的那种的。